杨世轩，你觉得我还会怕你吗？今天，我让你跟你女儿谁都走不出这个道场。是。别逼我，你急了，老子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我女儿呢？杨世轩。 杨世轩，你的死期到了！砰！又是你们两个，你们是来送死的吗？
武林，我们走吧，快快快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